这个是羊的那个羊肚啊，这个瓦莲达生病了，他把这个头捂到上面吸这个味儿，听说这个可以那个什么治病啊，因为这几天他生病了，正好咱杀了只羊，但是这个必须是新鲜的，就是一下来之后啊，就是一拿出来之后把那个捏住，然后不能跑气儿，知道吧，然后拿刀直接割开，把脸伸进去，得弄一会儿啊，时间还是挺久的。他发烧了啊，咱看一下这能不能给他治好。他们是说这可以治病的啊，新鲜的，热乎的很啊，还是热的。这捂的挺长时间了，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人对这懂的。这是啥成分？中草药吗？弄完了，呼完了，出来了。这下应该是治好了。啊，格鲁这下去倒东西去了。Good。OK 了。生病了，你看，蔫不溜叽的。这是要干啥呀？洗洗手，好了，病也看完了。